又得九叔梁公勢長波放到上去攞到嘅，自己推埋入禁區裏面係咪啊？推埋入禁區裏面再射二比二啊！成隊士氣即刻翻曬嚟啊！因為話曬豪基金城上場攞咗三個作客入球噶，咁啊如果今場追翻平手嘅話咧，晉級嘅就係九叔聯啦。呢度啦，俾人包夾之中，可以入到禁區裏面再射埋。相當精彩。